是那个女生这一次放假居然没有约我，约我那个朋友。那女生可能是对你朋友有一点意思，但后来不晓得为什么就转移焦点了。所以何医师放假没有约你哦？哎，你真的有算清楚吗？真的玩了两个礼拜，你觉得会不会是？全部拿不要啦，这样子怎么办？赶快约他们讲。可是我未必你